这一间店让我觉得九成都是日本人，他就是会有这种，所以他们应该觉得超便宜。这里的圈片七折再七折，很疯癫呢。这件超好看的哎，它线条跟造型超好看，它才200-300块。我们要跑去看孙子的衣服了，真疼孙啊！给他的孙子，好个性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喜欢的人的话，我很推荐你来鸟栖腰雷，因为它是真的唯一我们遇过有在给你认真在特价的。大家好，我是老皮头，我是德义，我是阿翔。我们今天要来帮大家开箱一个很厉害的地点呢，就是一定人人都很 care 的，来日本一定要去奥利。那我们，我们先风超大的，行李箱被吹走，吓一跳。被吹走，大家看露一带行李箱就知道说我们要去哪边了。开战了，我们现在即将带大家开箱的是九州最大的奥利鸟栖奥利呢，它是在佐贺这里哦。它其实听说是一个非常好买、非常好逛街的地方，很多人一直说。啊，这里几乎就是打折折到好像5-6折，通通都有，是真的有这么便宜吗？来去帮大家开箱。本影片也感谢台湾虎航还有佐贺空港的体验邀请。因为其实我这次我希望可以帮我爸妈买一些昌平的慢跑鞋，可以带我们去走访更多地方。希望你这次可以帮他全装更换。好，来出发。出发。那我这次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走遍每一个街道，但不一定去每一间店，可是进去每一间我想逛的店。现在它全部呢，总共270个品牌，然后可以直接看。假设你时间有限，你要攻略哪几区？那它其实入口进来之后呢，有一个这个 QR code， 记得扫，然后它就可以有额外再追加的coupon。对啊，你有特别想买什么吗？没有。没有，随便逛逛。随便逛。那你走买慢跑鞋？有啦，要买那个 LV 铂金包。铂金包买不起。我觉得它这件花纹就是我很喜欢黑色的 logo， 可是我妹说我穿起来很像渣男，我果断放弃。逛街就是需要这种旅伴，我爱你。气氛鬼，真的。我们现在已经从 Coach 出来了，但我非常的残念，在北海道奥利，因为我买一模一样的帽 T， 而且是不到一个月之前，我那时候买换算下来才台币2000呢，就一模一样的，我在这里看它换算下来要5000多台币。所以我有点怀疑它是不是变相操作，它的折扣数不减少，让你觉得哇折好多，但其实它上面的售价就是拉高了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他们就有变相的玩法吧。那我们现在来北点，这件我怀疑有折扣，你知道什么吗？里面有很多，通常代表是有一定的折扣。我第一次看到在奥利看到北点的人这么多，这包好像算有点小便宜，可是还好。北点哦，我这一间店让我觉得这些日本人真的很发疯。这间店我跟你讲，九成都是日本人，是因为你看这间，它就是会有这种 sale tag， 然后它还有在8折的优惠，所以他们应该觉得超便宜。其实我自己觉得北点应该要感谢日本人嘞，因为你不觉得北点真的是被日本人穿红？我觉得日本人超级爱北点的，我真的很明显感受，就你走在路上，尤其是冬天，只要穿外套，看大家几乎都穿北点。这里的圈片7折再7折，可是它不能退税，但7折再7折很疯癫呢。鸟栖腰雷的大也有点，就是它非常大的斜坡，所以不论是轮椅族群啊，或是带老人啊，或是你买很多东西带大客行李箱，其实都超方便。我爸一看这件就说这个是 Curry 代言的，不愧是有在看 NBA 的人。这件是买3个以上有20%，把它走，我们去看。哎，进去看看。哦，有些鞋子的确是看起来便宜的蛮多的。真的，只要红标了，红标才有便宜。然后像这件的安娜玛，好像比起其他奥利有比较便宜一点。真的吗？我印象中，假设上面的价钱再打5折的话，那这件200多块算以它的牌子来说算蛮便宜。200多块，这一件才200多块。200块，就200多块。那尽量200多块小。那个拖鞋的品牌，1双30%，2双40%，去看一下。这牌子的拖鞋其实蛮有名的。啊，好穿吗？也不难穿，算好穿。然后它可以自己搭配，它这个每一颗啊要额外的钱。你看这个，这边怎么样？715。装饰类的对了。对对对。这迪士尼的，这个是小朋友的，这一双幼儿应该也清楚。然后这边的艾迪达，刚刚问了一下，这边的价格就是全部都是上面的金额在打8折。我们逛完后再看我爸妈会去买哪一双鞋。你把它逛一遍啊？不行啊，我妈干嘛要变呢？你们必须得买鞋子，就我妈要跑一跑去看一下这个鞋子。你上次买这个鞋是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了。你买六尾鞋，我要多少钱？我一般有要钱的呀。普马这边看起来外面他写2个以上，全品8折。你不会又在看你孙子的鞋子吧？这大人的，我是要看他怎么做成像拖鞋。像拖鞋啊？这不是拖鞋吗？像左边这件999就是蛮便宜的。哪边？对啊，对啊。而这，我觉得这个这小娃娃的，
然后 Gap 的话两件是打六折，跟我们之前在其他间的 Outlet 看的 Gap 的折扣几乎是一样的。妈，你在干嘛？我在按摩。在测试他的按摩机，舒服。那对，我们就来这个生活用品店按摩一下。我觉得这件裤子超可爱的，然后它其实是夏天的布料，而且因为它材质蛮好，所以它很挺，然后搭上白色 T 恤，我觉得超可爱的。可是我妹一直说很像越式的睡裤，我要哭了。然后刚结束这件 American Holic， 我自己觉得它蛮多特价的，可是它的花色都偏朴素。如果你喜欢朴素风，我觉得还蛮好买的。有人就是在 Google 上面留言说，这里真的不推荐你假日来，但是我推荐你假日可以来，可是你要早点来。就是我们在它10:30营业的时候就来，其实人蛮少的，还蛮舒服的。但是一些热门品牌，你结账还是要排超久。我妈还是喜欢这种料理类型的店，不愧是爱料理的人，家族最会煮的人。这杏仁的，就杏仁，它上面一个包上，上面黄豆拌酱。这么好变哈、哦，这么很像米旁，很像好，很像哦。我觉得这是米旁、啊。你看，它小螃蟹呢，真的螃蟹哦，好特别哦。那个我也的确没有在日本吃过这东西，这是可以直接吃吗？对，就是直接吃。下次试试看，它这一包500多块。513，螃蟹哇，好多只小螃蟹哦，好多只哦哦哦，好大一只螯哎，你看，是像饼干是不是？对，左手我要加点，我要加点，它调味也不错。啊，有豆吗？没有豆，没有，整个下去炸的，看你觉得好吃哦。哎，刚才讲饼干的那意思，赶快要消味先那种感觉。我爸说这有公的跟母的，为什么？怎么看？看这里下面这个盖子，哎，这个盖子是母的，圆的，它、嗯啊、公的比较尖，就只有这一小块。尖的哦，是这样。刚三角形啊，你母的，我还不晓得。你不知道？啊，你也不咧买啊，你先你敢吃，你也不咧买啊。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台湾品牌？哪一个？贡茶。哦，贡茶。猜看它真奶一杯多少钱？先不要看。100。真奶大杯 ，New Tea 嘛。多少钱？大概100块啊，差不多，因为它的价位大概都是400多吧。哦，你看看，我厉害吧？我厉害吧？厉害哦！刚刚我跟我妹在讨论说，到底是 Outlet 的问题还是季节的问题？就想说，哎、欸，为什么这次我们走到现在，目前都没有很冲动的感觉，都还很冷静？现在就有点像是夏季结束蛮久了，但是你冬季正要开始，所以很多几乎上面都是新品，就是你真的买不到什么，就是太好的价钱。都走了一圈，决定在 Nike 看看有没有适合的鞋，然后可能会在普马帮我侄子买一双小小的鞋子，叫我妈来挑一双鞋，结果我妈就从头到尾就跑来看孙子的鞋子，爱孙的阿妈，我这个你不会用了，哎、欸，爸爸说要办保养，哎，不要，终身保养，哎，不要，你要这双票，我这双买二，这双买小，你不要管价钱，你选一个你觉得好穿的，这是不是窄管啊？我不知道，你穿看看嘛，你觉得哪个舒服，把鞋带绑起来走走看，走走看，舒服为主哦，不要以价钱为主。只要以价钱为主，只要以价钱为主，有啦，要买那个 LV 铂金包，铂金包买不起。刚刚先生跟我们分享说，刚刚我们今天在活动期间，假设我们是 Nike 会员的话，还可以得到7折的 discount。这件超好看的哎，它线条跟造型超好看，它才200-300块。就我从 Nike 出来超市，我买这件才900日币，台币200左右哎。要不要感谢妹妹有会员？超好穿，而且它材质超好的。后来买了2双鞋，孙女的跟我妈妈的。你好像没有穿过 Nike 的鞋哦，试一下，你没有穿过哦。那猜看你刚才买那2双鞋台币多少钱？至少要3000以上。爸爸觉得多少？我1800。没可能。1600。1600，2双1600。总共1600。我妈说这是她第一双 Nike 的鞋子，她从来没有穿过 Nike 的鞋子，她就是穿那种比较一般的，所以我就叫她去买一双鞋子。请问你是孝顺祥吗？没有，她第一双 Nike 鞋，因为我妈是个很节省的人，就是这趟是毕竟她退休，希望她开开心心。我的老天啊！结果我这次是买一件 Nike 的背心，我真的是疯哎！很少看到你逛的那么快哦，我人生没有遇过他逛的比我快的。真的哈、哦？有啦，山西啊，山西类啦，走过去就哦好，敷衍是。然后这边也有美食街，饿的话可以来那边吃看看，大概有6-7家以上的店家，蛮多选择性的。像那边拉面的话，一碗都是800多块，这边蛮便宜的。我们点的拉面还不错，还不错哟！竟然让豆也提早逛完，为什么？想跟我跟我妹这样跟你说，我们两个现在可以滚了，而且越快滚越好。我觉得不好逛哎，它的 brand 超多，可是我觉得可能季节问题，它真的都没有特别的便宜。你说是像吗？像泳衣啊，像泳衣哦，不是，它是健身衣。结果它穿起来很像杀人鲸。
那鸟栖 online 的心得总结给大家，以我自己的心得感想，当然除了你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品牌，你可以先从它的官网看之外，但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它今天是不是出新季。即使同个 online， 它的不同的打折季也会带给你不同这种感受。对，确实，所以我还是很推荐。你说鸟栖，我虽然只有买一件背心，我推不推？但我还是超推。其实老实讲哈，我觉得它平均来说还是比台湾便宜，只是你对于折扣的想法，怎样叫折扣？八折是折扣，还是九折折扣，还是六折才是折扣？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定义是至少要七折以上。然后蛮推荐它，据说他们每年的折扣比较落在圣诞节的档期，等于十二月左右，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过年，或是你就是换季的时节差不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喜欢北脸的人的话，因为我们观众毕竟都是很多户外的，我很推荐你来鸟栖奥莱，因为它是真的唯一我们遇过北脸有在给你认真在特价，连当地的那个表现你就知道。我觉得它有特价，可是你要说超级便宜吗？也还好，可是它比起其他的奥莱，的确是热闹非常非常多。但其实虽然说校庆啊，奥莱好像占领没特别多，但我觉得也是对翔哥蛮有意义的事，是他。这个臭男生第一双送给妈妈的布鞋，然后也希望他未来退休的时候可以穿着布鞋跟阿翔把两个人到处去约会散步，健健康康的一起运动。奇异来到附近的 Prespol 的超级大 supermarket， 它这有非常多的品牌都在这里面，然后就来这里逛逛。这里也在哪，翔哥？这里也在佐贺。哇，你这个迟钝，真迟钝。其实我妈应该对这种东西蛮标准。哦，你说可以吃的东西，对，好吃好玩实用的东西，对。为什么笑得这么暧昧？甜甜。没有，我想说，是答对还答错？对了，答对了。对的。怎么？你看起来你的身高看起来像很担心带妈妈。现在来到了下一间百货公司，不过这百货公司我看到大头我就怕了，会不会要发疯？大创地狱。我妈妈还是喜欢百货公司派的，对不对？没有，我喜欢超市派的。那就超市啊，我们家去一楼逛超市。好了，我们现在超市买完，这间超市比较小，贵一点。来玩一下吧。最后你这个速度，我们要问阿翔爸说，这个可不可以雇用哦？我在做事是大家都偶尔的。对啊，阿翔妈就仔细。一九八的啦。美其名叫妈妈体验，实则上叫妈妈做工。那我们现在逛完这家以后，觉得这家比较便宜，决定离开了。他们佐贺这边架合体可以打高尔夫球，太猛了吧！他那边还做个果岭，等下桥下就是果岭。哦，是哦。这样高尔夫球打到那个水里怎么办？就丢了。真的就丢了。我第一次看到合体可以做高尔夫球，很酷。我觉得这样子也太爽了吧！我们现在佐贺旭花之 G 小 boy， 对，因为奥黛我妈比较没有这么喜欢，因为毕竟都衣服，她比较喜欢生活类的东西。然后佐贺这边它有叫做 You and Me 的大型购物中心，来去开箱，但这个规模有点到太大哎。看到玩具翻斗车，蛮不确定是不是翻斗车，反正卖玩具的，来看一看，好大件哦。阿妈的爱又来为孙子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啊，没有没有，我绝对不买玩具。现在来到里面的 Uniqlo， 我妈又跑去看孙子的衣服了，真疼孙啊！这要钱应该钱啊！你看，我妈妈一直在看孙子的裤子，忘了儿子。390而已。没有没有，这是190了，不是190。这是什么190啊？那买给幼儿。你给我看你没买哪几件？看，给他的孙子。用宝贝穿，这样便宜吗？很便宜，很便宜，好不好？好便宜。我哎，你有这个颜色？我觉得比起我这件大了。120的，我只是裤子太多了。我哈，你看这样就一套了，有没有？哦，好会搭哦。哇，好棒，设计师的，好个性啊。很便宜哦。好不容易找到我的宝贝孙子可以穿的。他一直买那个黑炭鸡肉，我真的看不懂。越奇怪我就越想吃，不要控制我。鸡啦，贵啦。你刚刚觉得这是什么？鹅啊！我去。黑道被阿翔爸妈认为是鹅啊，我真的笑死。到国外继续使用黄标战术，继续吃半价的食物。赚烂了，赚烂了。我决定叫你半价超人了。要不要猪肉要吃吗？这样很划算吗？一半200，大概50块左右。你是半价超人吗？你们的钱包由我守护。
分享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冷知识啊，要带租借的东西超过5500以上，你都可以拿到 tax free， 但是你还是最好是跟店员确认一下，因为我们有遇过一些超市可能没有合作。但你要记得哦，你要退税的东西跟你要在这里喝的饮料、吃的食物，你要分开结。反正百货公司或超市，你都是要到他的服务中心，他有退税柜台。那他需要就是你的护照跟你的收据，所以收据再次提醒大家，你结账的时候要分开，不要跟你要在这里喝的饮料跟吃的寿司一起结账，那就出事了。结果我们免税品买了10000多，退税退了8900。我觉得这间 Yumi 算蛮好逛的。我觉得蛮好逛的，真的好玩。佐贺 Yumi 推荐必来。这是我们的晚餐，买了很多。哪会，这超好玩的。我觉得这很好啊。我们这买起来吃超爽之外，大家还吃很开心。吃超米要多哦，有点，确实。放屁，然后他妈妈被逼到墙角说真的太臭，翔哥现在脸超红，你真的很臭，真的很臭，他是精华，没有，那记得继续起，对不起，那是他的屁声，我忘记了，你忘记我们现在的麦那么厉害，我刚刚这样对着我，那我刚好转过，哎呀，你是故意的吗？哇，笑死，来，我刚好转过来，好转来。好直出翔哥圆梦了，翔哥一直希望他能屁直出别人，母爱的伟大，翔哥爽吗？一时虐吗？一时爽。你看中间那个超猛的，我还喷的哎，那个人在路口应该直接爽吧？鬼山地狱呢，它又称为鳄鱼地狱，因为第一次利用温泉的热度饲养鳄鱼。鳄鱼是用温泉养的吗？我太酷了哎！这边特色就是你自己去买食材，然后利用温泉来煮东西。哦。